歌，猜影视剧的歌名和片名。大家如果能答对五道题，就可以放一个好吃的食材在卷饼里。哦，还可以跟这个有关系的，你比如说剧里边剧情也可以。剧情，剧情，说说那个当时制片主任怎么样？这道题就是让我们说歌，说不出来你，反正那就猜就行了。游戏开始了，好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宰相刘罗锅，宰相刘罗锅，赛扬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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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歌名，天下同牙纪晓岚，纪晓岚，纪晓岚，不是不是啊，对，纪晓岚，歌叫什么名字？歌叫什么名字？铁齿铜牙纪晓岚电视原声带，这个非常准，就叫铁齿铜牙纪晓岚，歌名也像这个，就赌一把，是吧？恭喜答对。崇拜哟，歌叫什么？是什么？啥呀？导演根本不是一个年代的，这没法猜呀、啊。能不能放点我们这个年代的？明浩，你是看什么剧？你如果最新的一个剧，你看的是？嗯，狂飙。哦、狂飙哈、啊。啊，那有那个歌吗？我还真说不出来他的片。不知道。我们都是会员，跳过了片头片尾曲。对。我要下。下一首。转几个弯呀！啊，那个反派，我的反派男友，主意叫什么？做我的勇士。我的勇士吧，没有做我的吧？快，你们俩讨论一下。对，你们俩讨论一下，你们俩的剧。我的勇士有没有做？做，要做吧？做不做？应该没有做，因为剧名就叫我的反派男友，但其实这个反派男友是勇士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推理我觉得合理，推理是合理，但是我们也反正也不知道。做我的勇士吧，又做了。既然张哥这么说，做我的勇士，你推理完他们要做了，就是他们反的是吧？确定吗？确定，就叫做我的勇士。恭喜答对！哇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果然是反推理就对了。OK， 下一首。这个是我全世界，全世界什么？从那全世界路过，不是，这是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歌。哦，对，我不是药神。只要平凡。哦，对对对。恭喜答对。啊，太厉害了，这也送分了。你出这种送分题啊，我万一答不上来，我会被人打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你演的吗？生死攸关的，我天哪！幸亏我知道，以为是送你分，其实纯粹是考你一个人问题。OK， 下一首。人世间，人世间主题歌我看了，但是我也是会员跳过片头那种。就看剧是吧？完了，这歌叫什么？歌好像也叫人世间。人间世。你确定吗？你也有，你给了一条思路。歌名叫做杨迪说，杨迪说，杨迪别我说，杨迪说，杨迪说，你说世间。什么？别别别，我乱蒙。歌名叫，歌名就人世间，歌名也是人世间，没必要。恭喜答对。哇，还好还好，这个真的。再答对，我要请他做制片主任。你们已经答对四道题喽，再答对一题，本轮你们就可以获胜了。这是我们的赛点了吗？就到赛点了。好，来吧。《西游记》的啥？是什么？主题曲，片头曲，就。敢问路在何方？敢问路在何方？嗯，不是不是，不是敢问路方，不是敢问路方，这叫云宫迅音。哇塞，我有点崇拜他。云宫迅音，许镜清。那我们确认一下。哇，这要对的话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打错了。哦，打错了。天宫迅音。天宫。
不是云工吗？他已经很厉害了，对了三个字，真的，我觉得能够猜到这个样子，夫复何求？能达到这儿已经不错了，对，已经对你刮目相看了。不好意思，杨迪，刚刚我们查了一下，确实是云工俊英。云工，我就记得是云工，丢不丢人？丢不丢人？丢不丢人？当然丢！你们向我道歉，道歉。恭喜答对。哥这么厉害吗？这个太牛了，我战胜了 AI， 战胜了 AI， 太厉害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一直等着那个我的云工训音在哪个节目派上用场。我赶上了，谢谢第四季，今天欢迎第四季。我就等他们说云工训音是谁写的，我就说许静清。每天没事就记这种，你一定要来做我们的制片主任。没想到还揽了这个活，挺好。各位已经答对五道题了，可以从想吃的我们的美味菜里面都夹一样放进你们的饼里面。哦，来来来，你们要什么卤肉吧？可以啊，就这个份鸡粉，来来来，连挑一点就好。没人拿筷子，谢谢。这个饼该你吃，挺好。那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挑战，叫做看图猜嘉宾。本轮一共八道题，累计猜对六道题即可获得一道美味的配菜。猜错的话就要尴尬。这个环节就是我们节目日常最得罪人的环节啊！有的时候人家全脸都露出来了，还没说出来的时候，真的很对不起人家，一直在向不同的艺人道歉。气死我了！你不知道《庆余年》？不知道？天哪，又不认识，又不认识。接下来开始了啊！哇，吴磊，我感觉我见过这张照片啊，感觉我见过这张照片，吴磊，确定吗？确定。答错了。啊？答错了。完了，胡先煦，胡先煦，王鹤棣。啊，王鹤棣。沈月，你不应该啊！我看一下。我为什么我又没认识他小时候，我也没见过他小时候。好，第二位。哇啊！这个其实我都猜不出来。好难。刘昊然？不是不是，刘昊然没这么胖。你觉得不是刘昊然吗？单眼皮儿？不是不是。我不可能连刘昊然都不认识，这个。你们有什么其他提供给我吗？不知道。你们没有提供给我，那我就只能在刘昊然下。那就他吧，哥。刘昊然是吗？恭喜答对。刘昊然没这么胖。他真像啊。我没你这么 low 的，秀秀。好，继续。噔噔噔噔。啊？这太远了吧！这王宝强，宝哥。不是不是不是吗？不是，不要乱猜，你没看清你就乱猜。我看了一个太极嘛。你看太极，太徐明浩。是你啊，是你，是你啊。啊。徐明浩啊。啊。这么厉害的？我三岁半就学武术。哇，很指导这。嗯。标准。现在还可以达到这个吗？哎，现在。我鞋可以上去，很标准。好嘞，再来一位。啊啊！这是谁呢？这是杨迪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杨洋。不是那个谁？那个《庆余年》的那个叫《庆余年》。庆余年，杨啊，郭晴，张若昀。恭喜答对。哇！这张照片很罕见，没在网上看到过。那么一说有默默去搜索张若昀童年照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完全没有见过。哎，我题库该更新了。来，郭德纲。因为这个照片的质感。他如果不戴帽子的话更好猜。雷佳音那个样子完全没变过。那个眼睛搭的。对。一定是热巴。这个没看出来。新疆舞的动作都出来了。哇，都很帅。这是薛之谦吗？不会了，谁都认不出来了，就是薛之谦。薛之谦，恭喜答对。哇哇哇！耶、yeah ！我是通过那只狗认出是。
好像微博发过那个。大家又完成这个挑战了，恭喜！哇，漂亮！太厉害！可以继续加一道菜，蛋皮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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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目前为止，我们都还是可以的。你们拿一个我小时候的有头发的照片，他们猜，他们死活猜不出来。真哥有一张那个当那个模特儿的那个头发模特儿是吧？不不，那个还是猜得出来。哇哦！就是以后还是要多上网，为了这个节目明星童年照，然后就一顿搜。青春环游记里面其实还会有一个很经典的游戏，叫做你画我猜。哦、OK， 这个好玩。Love 哈，爱爱拼才会赢。100 200 300炸胡。我们挑两个代表来玩，然后这两个人要在2分钟内要答对五题。两分钟答对五题可以的，总共3次机会。你比划怎么样？你比划好，你比划可以，你比划。宝哥和哲源上，非得是我吗？你比划怎么样？你比划好，你比划可以，你比划。宝哥和哲源上，非得是我吗？你来嘛，你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。来啊，几个字？两个字。潜水、游泳、两分钟快到了。哎呀、哎呀，这个还就海螺。海螺跟这个有个错，这是海的意思。哦，你明白我的啊？这样好，又来。海狮。哎呀，几个字？没有，这没有，我帮你看过了。三个字，猕猴桃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太聪明了，这些孩子。再下一个，瞎子摸象。不对，这个哇太猛了，要不这个悠着点，舞动乾坤。不对，时间到。哎，来，已经很可以了，相当厉害。宝哥这个演了，真的不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刚才那个捕风捉影你是怎么演的。捕风我就是这样嘎扑，你看扑风就是嗖，就是捉影，捕风捉影，这样能猜出来是捕风捉影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一个超人，捕风捉影太猛了，太猛了。明浩要比划吗？我可以啊，沈月猜。行，我俩来吧，加油，加油！拥抱，泰坦尼克号。哇，漂亮！下一个。指鹿为马。哇哇，太厉害了，好聪明。掌上明珠。哇，这个掌上珍珠。猴子捞月，猴王出世，好天子猴赛。草裙虎。不要不要，收字的。你们只用了1分29秒，厉害了！火腿丝可以，火腿丝给他们。我们最后还有几道题目，要不一同也来挑战一下？我来比划，我猜的不太好。谁来猜？对，你来猜看。
你到我这么难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八个字。虎啊，山中无老虎。不是，演全套，进去拿。平阳，虎落平阳灭陈庆。不是。这个，狐假虎威。My song。My song。虎毒不食子。哎，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了，八个字，八个字的虎毒不食子。来，我来。不。Here is my house. This is my wife. This is my son. 第二个字。然后来个人。进什么？进三过家门而不入。I'm tiger, I'm my song。家啊！不是，别来了，就这样吧。你看一眼，气死你！不如，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气死了！就是没想到，你没想到那个，对，就是没想到，不是虎穴 ，This is my song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三字默契挑战，这应该会挺有意思。说出一个美食的名字，尝尝。臭桂花儿。臭桂鱼。臭桂鱼吗？臭，肯定有臭桂花这个。臭桂花俗称烂了。比如说，请说出三个字的电视剧，每人只能说一个字。啊，说。是这样的，对，你大我这样就等于说你们要共享大的，你说三个你就必须得说，你只能说一个字，你说西，他们就要想你说的是不是西游记人世间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也很简单，这个游戏很简单，那就算几个字。我接着在宝强哥后面我有点慌。别着急，我在宝强哥前面我也有点慌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一彤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你最喜欢的演员？周星驰。耶。三个字的山峰。路峰。哎，可以。最想去的地方？新马牙、啊、不是，你跟你没关系、而且你牙是什么东西的？跟我没关系，没闹我。就算跟你有关系，牙是什么？新马牙是哪里啊？那没办法，又重新来了。徐峥的好朋友有谁？黄渤。答案也错了，要三个字。你说王宝强不就完了吗？不是三个字吗？游戏结束。甚至玩了两轮以后，坐在这儿，黄渤。我就问你，你不认可黄渤是你好友吗？不是这样，是不认可黄渤。王渤当然是我好朋友。反打一耙。他说三个嘛，我才说了一个。三个字，这个是三个字，不是三个人名。不是玩三个字你游戏，你明白了吗？就一直都是三个字是吧？对，一直都是三个字。你说清楚，我以为是三个朋友。哎，你第二个准备说谁？第二个准备说谁？你还有谁？再见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从珍珠开始，然后从宝宝这边，王宝强的好朋友有谁？真徐。真徐是谁呀、啊？不是，为什么说了一个字呢？你为什么只说一个字？好奇怪，给他解释一下。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就是你说我说真，你说子，我说丹，所以这个人就是甄子丹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就跟我玩了两轮？我知道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可不可以这样子？我们从宝强哥这儿他打头，如果他过不去，我们就没必要再猜了。对，因为从两头来到这儿也很难受。你打头，我们传完以后，你收个尾，就过了是吧？对你过了，一切都好了，行吗？三个字的甜品，甜品啊，蛋，烘，糕。可以。三个字的职业，礼仪师。三个字的电影，李小家，理想家，哎，可以。三个字的演员，王宝强。这三个字的历史人物，
王宝。已经成为历史了。不要这样，人干。真哥的好朋友不知道。可以。三个字的歌曲。夜来香。可以。三个字的甜品。萝卜，萝卜。远远刚刚跟宝强哥一样了，一口气说俩字，你干嘛呢？我收不住口。萝卜，萝卜，加一点苦瓜，加一点苦瓜，加几个就好。没事没事，多加点，多加点，没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，这叫反应类游戏，也是清环常常玩的。曾经在第三季的第九期，杨洋在那边自创出了哇钱啊，套娃娃啊，金钱。钱呀、啊，钱呀、啊，钱，他都加。钱呀、啊，娃，娃啊，娃。他的规则就是每人说一个词，我说张三，然后从三后面开始。三嫂都需要两个字。接龙。三个循环不能停。没问题。是玩一轮嘛？导演，你说个词儿。杯子。子孙。后代。后代。子孙是孙后面，你可以说孙子，你可以说孙子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从中间的真哥开始，真哥宝宝杨迪这样子。茶杯，杯子，子孙，来，又来，又来，孙兵，殡葬，葬礼。礼帽，帽子，子孙，孙权，孙坚说话呢。哦，我还是我。孙权，孙，权力，力量，量，别子了，子女，女子，子孙，孙坚，坚固啊。固定，定力，力量，量量尺，池子，紫菜，菜花，花菜，财富，富贵，贵人，行了，哇，真的是。多子呀！恭喜大家完成这个挑战！来来来来，豆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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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没想到这个游戏这么搞笑！哎，你们试过四个字吗？可以啊，试玩一轮。啊，好，试玩一轮就好。我没见过他们居然玩进去了，来吧。来，从主演开始，青春环游，游戏人间啊，煎饼果子来了，煎饼果子子又来了，子孙后代，代相传，传家之宝啊。保家卫国，国家宝藏，葬身之地，地久天长，长命百岁，岁岁平安，安身立命，命中注定，定海神针。好了，行了，可以的，可以了。好，通过前面几个游戏，大家也知道了《青春环游记》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。嗯，这个测试智商问题。